大家一起品尝一下爱都美马铃薯蔬菜拉面。香菇、红萝卜、辣椒粉、海带都是韩国生产的材料，相当于450克的莴苣。韩国生产的5克马铃薯所制成的面条，口感 Q 弹有嚼劲，吸引了我的家人。哇，口感 Q 弹真有嚼劲啊！哇，真清爽！妈咪，我们还要订拉面。以马铃薯做的蔬菜拉面真的很好吃哦。